讨论要出发的男人们，今天准备来去干大浪了，朋友们。这是养鸭场的。2米6，2米6大浪。啊，要爱。这几个人早上5点兴奋的要出门了，让我们上车。不戴口罩，现在吗？对啊，不戴口罩。哎呦！哎呦！高山啊你！早啊，冲浪喽！注意安全！注意安全！哇，这个浪厉害了，厉害了！哎，阿乐，老师好，好久见，老师喜欢干大浪，好像小的就好，刚刚分小的也不太。不太友善是不是、啊、我们刚刚一路过来那个浪很嗨耶、欸、那刚的角度现在稍微平缓了一点。对啊，你下过吗？我出体验、哦、对，但是这边不能讲了，就是这边不好讲、okay. 对，所以我只能跟大家说我们来干大浪了、okay. 对，然后来看风景玩得开心，这边 不好拍太多东西，我们就直接水下见了。今天最冷的一天，10度气温，东北季风最强的，直接给他干过来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这种刺激冒险的频道呢，总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些欢乐。然后，哇，哇，好了，欢乐 ，Let's go， 呀、yeah. 欸！哎，有点眼熟啊。浪还好吧？啊！我不行了，你要不要咳嗽看看？咳嗽吗？我可以笑吗？我左边的脚在麻了，我下水5分钟吧，10分钟一个超大的浪把我扎下去，连续洗了好几圈，好多道，然后就知道撞到石头，刚好撞到两个坐骨左边的这一颗，拱起来，不行了，我们交给欧阳吧，欧阳叔叔交给你了。先这样，大家不要不自量力哈，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哦，没什么了，这个。废了废了。这影片就到这边，就要看大家表演了，再见。
game. You dealt me in, I said I'll pick it up, it's all the same. But don't follow all the rules. I know you don't, you change day by day. Hardly seems that way. How can anybody understand? How can anybody win? 8 points later, I thought it was about time we hit the finish line. 8 points later, I wasn't winning at all, I was just further behind. You played your hand, I showed my cards. I took my tags right from your heart. I laid them down before your eyes.想购入冲浪板或冲浪配件，可以在 jrshop.com 输入我的推荐代码，会有优惠哦。最后，你们的按赞、分享、留言就是我的动力，我们就下次见啦 ，Shaka。